同学们 ，Rachel 是新同学，欢迎他。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你是新加坡人吗？我不是新加坡人，我是新加坡的美人。同学们，我们今天有个新同学，就是我啊，不是，还有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女的，可是女的，有比我美吗？啊，对哦，你的美是不可媲美的哟，会讲话就可以了，美不美其实不重要的。哎，老师有帅妹，有的话每一天都来上课喽。对，讲得对。老师来了，老师不在，你们就窃窃私语，小小声说，大大声笑哈。你们在公司也是这样的吗？啊，是老师有人的地方就有高兴，你不懂吗？哇，你来第二课而已，你就来跟我顶嘴啊？还好我不是你老板，是你老师，要不然我一个礼拜见你五天，我会吐血啊！老德，我比你啊，你比我这么年轻，是你比我还是我比你？你要比什么？比你跟我，我没过你一顿对。你讲什么？老德，你比我还啰嗦嘞！哎呦，几时可以上课？今天不上课了，给你们气死了！我们上班。好。好，各位同学，哎，想请问你们一下，你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最怕怎么样的同事？来，嗨，老师，哎，我有一个很同事是很怕输的。哦，怕输。我允许他们犯错啊，但是他们不要做犯错，所以每秒钟敲我的门来，接下来要做什么？每秒钟敲你的门。敲我的，对，要做什么？敲你的门要很美妙。哦，每秒钟，每秒钟 ，every second， 对，是 every second， 每秒钟敲你的门。对，你这样讲我还不是很清楚嘞。你可以演你的那个整个过程给我看吗？好，所以你就是演那个老板嘛，对不对 ？Action， 老板，哎，这个哦，如果这边画一条线的话哦，对不对？啊，对，嗯，对，这样如果在这边呢，再画多一条线呢，对，对不对？对呀，对呀，对呀。哎，老板。不大方的，这边我再画多一条线呢。对，对呀，对呀。没有，你是生气还是觉得好笑？好笑。对。哇，你连生气都这么可爱。真的。OK。你要生气哦，好不好？哎，老板还有啊。再问，你配开除了？不要，我不问了，不哦，对。怎么你的女儿突然间？鼓励一下。哦，所以这个就是说，哎，他就一直问，他怕犯错，他怕输，对不对？麻烦了。对，也不是麻烦，因为讲真的，有些时候我们学习是从犯错的过程中学习，对不对？对。所以他就是怕输，不要犯错，对，要不然给老板看，看到他办事能力有问题，对不对？一个一个吃，一个吃。Writing text， you know. OK， 好，谢谢。OK， 好，谢谢。没事。不过没关系，可以。哎，什么事？哎，老师，我也以前也有很加速的同事。哇，我认识你这么久，你加速两个字讲最准了。怎么讲呢？他预先拿3年的 Bridge Day。什么 Day？ Bridge Day。谁知道什么叫 Bridge Day？ 什么是 Bridge Day？ Bridge Day， OK。如果星期四有假期， OK， public holiday。星期五是 Bridge Day。如果你拿这个 Bridge Day， 有4天的休息。哎，各位同学，给他掌声鼓励。我们今天又学到一句英语的哦 ，Bridge Day，OK，、okay, 好。我还碰过最怕输的一个 ，OK， 这个是真的是以前我在做 CEO 的时候发生在我身上哈，所以现在我就是 CEO 了。好，OK。Hey， 老板 ，How are you, man? Long time no see， 有没有想念我啊？哎，我刚才是从 Phuket 回来，有没有去过 Phuket？ 哦，哇 ，I tell you， 那么好玩啊，真是很好玩。不好意思，哎，老板，我要跟你谈一件事情啊。什么事？我要拿 leave。你不是刚刚从 Phuket 回来吗？
你还要拿什么 leave 呢？对对对对，因为我看2022、2023、2024、2025年的 public holiday calendar， 然后我发现有一些 Thursday， 如果我拿那个 Thursday，我会有一个 long long weekend， 所以我把那个 leave application 完全都放在一起 send 给你。OK OK， 没问题的，没问题的，没问题吗？那我跟你讲，你现在就开始 on leave 咯。嗯，什么时候会来？我叫你回来，你才回来了。我没有叫你回来，你不用回来了啊，去了去去。那老板是什么意思啦？你自己想咯。那个，你还要 leave 吗？你要我 approve 吗？啊，要吗？我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不要紧，你去 leave 吧。那我没有什么地方要去，新加坡太好了。不要紧，你去喽，那我留在这里啊。去喽。那不用，不用了。好，好，谢谢。好，拜拜。鼓励鼓励一下。OK， 还有哪一些同学是最怕你们的同事是怎么样的？哎，来 Rachel。哎，我还有啊，一些同事哦，他们每次会装忙的。啊，什么意思？然后就是放，如果是下班时间是6点的话，你看他们5点半哦，他们就 stand by 好，准备好了，所有东西都收拾好，就电脑还没有关呢。然后呢，他们就会假装啊，我要去厕所啦，还是我有点事情啦，还是打个电话啦，还是怎么样哦？哎，然后6点准准哦，哇，电脑就关了哦，拿了他的包包啊，就 goodbye guys， 然后就飘出去了。有很多这种人哦。还有没有哪位同学是跟 Rachel？ 哎，来 Miki 啊，他做那个 sales job 的话，什么 job？ Sales， 可能要去那个 client visitation， 比如说在下午2点，明明他已经 finish 那 client visitation。但是只是他不想要回来的办公室，所以他突然跟我们讲说I'm not coming back to office， 直接回家。嗯，对，这种更多，对不对？对。要不要来一段？可以。太过分了。什么事？什么事？又是小白龙，每次都是这样。他还说Hi Miki， 我见完 client 喽，不会公司了，明天见。每次这样的嘞，他。对啊。为什么每次这样的？连老板也是 OK 嘞，每次。其实这样子很不负责任，你不觉得吗？因为很多首尾我们都要收了。然后我跟你讲一个东西啊，你要记得很清楚嘞。这种人哦，不要跟他交往，你少跟他交往，我跟你讲，啊，懂不懂？记得嘞。啊，我记得。不要跟他交往这样多嘞，好 ，OK 啊，嗯。掌声鼓励鼓励一下。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同事，我遇见过，也听说过。这种同事哦，真的是把公司的 pantry 当作是自己的 pantry， 真的。哎嗨，希望破，哇，怎么样？好喝吗？这个水？很干净。哦，对啊，看就明白了。哎，你有没有吃过这个 brand 的这个饼干啊？怎么样啊？好不好吃啊？你试试看咯。我试试看。哎呀，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就是最怕肥的咯，我这个人最怕肥了，所以我不大敢吃这种东西的。呀，哎，这个好像也不错哦 ，Carlos， 对不对？我要帮你开吗？哎，可以吗？你可以吗？哎，谢谢，哇，你真的是举手之劳嘞！哎呦，这个巧克力，你还有意思啊？明天那个 pantry Andy 也会来加的吗？哎，帮我 please， 哎，不用，这个我自己倒就可以了，不要这样啦，拜六我加 buddy 啦，我孩子 Hidden Garden 的 birthday， 我可以做 goodie bag 送给他的同学啦。这么贪心啊你？不会啦，我只拿3个而已，我怎么会贪心？啊，拿了多一个啦，没有这个，不要，这个我 check 了。这个 expire date 你看，这个已经 expire date 了。不要请来，也是拿了。不可以了，这个你拿了。免费的吗？不要。免费的。不要。哎，你有看到那个coffee seat 吗？喝完了。讨厌的，我还要自己买，真的是很讨厌。我每次公司讲的东西完了不要买的。这种人真的是要不得，这个就是用到公司的这个财务就不好了，对不对？好，谢谢洗碗婆，谢谢。OK， 来。还有人会投哦，哎，老师兄，还有一个 story 要跟你分享的。OK， 来说。哎，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的爸爸哦就在那边上班很久了啦。是。他今年差不多67岁啊。哎呦。然后哦，其实他做东西 everything OK 的。是。但是哦，他的同事就一直好像是暗示他咯。暗示他。就讲说，哎，你要应该退休啦，应该让年轻人有机会发挥啦，什么之类的。所以就变成是老人家在心态方面跟情绪方面有一定的影响。是。所以这种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职场上的一种歧视，所以要小心的。无论是不是在工作的场所，都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行为。所以，请问同学们，你们知道新加坡有一个 TAFE 的这个东西，你们明白吗 ？TAFE，TAFEP。哎，小明同学来 ，TAFE 呢，其实就是劳资政公平雇佣行为联盟。掌声鼓励鼓励。这个行为联盟呢，它是由3方面 来组成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劳资政代表，就是工人。雇主还有政府这3方面，是。然后这个行为联盟呢，是为公平雇佣提供一些指导原则，
啊，然后他也可以帮助在职场上遇到歧视问题的工人帮他解决问题，他们也会协助那些正在求职的朋友的一些遇到这些歧视的问题。哇，小明同学真的是，我教到你这种同学我都觉得自己很骄傲，掌声给他鼓励鼓励一下。不过我还是可以让你们更了解一下关于这个职场歧视的，这个包括了什么，这就包括了年龄啊、性别啊、种族啊、国籍啊等等的。所以新加坡征聘广告是不可以出现有歧视的字眼的，比如说不可以写必须是新公民，或者必须是什么国家跟什么国家的人才可以申请。那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将把 TAFE 的准则纳入法律，对那些招聘不公的雇主采取行动，保护本地员工。所以同学们，你们学到了没有？学到了，非常好。那现在呢，又到了广告的时间了，但是我知道有些同学还没有交学费，就趁这个下课的时间交学费好不好？来，等等，哎，厉害，我们去买东西。交学费哦！哇，你们真的是。好了，那么刚才跟大家呢一起分享了你们最怕的同事，对不对？现在呢，希望同学们跟我分享一下你们最喜欢哪一类型的同事。谁先来？莉亚 ，OK， 来。我很喜欢和 Steady Boom BB 一起工作。什么？ Steady Boom BB， 哇，你也会这个 Steady Boom BB 啊？是他的名字吗？不是，不是，是 Steady Boom BB 不是名字来的，是一个形容词。Steady Boom BB 是很冷静的人，很 panic 的 situation， like 哦，没问题，很冷静，冷静。哦，就很冷静，在处事这方面很冷静。对，我有一个故事。很酷 ，OK， 来。以前我们的断代发现了哦很重要的文件不成功了，我们 怎么办？那个 Steady Bomb BB 说没问题，我们可以来打电话香港部门说明一下，所以那个 OK， 你们做这个，我们做这个，这样子分工合作。对对，分工合作，他很冷静，所以其他的我们也可以冷静下来。哦，所以我觉得 Steady Bomb BB 的人。一个，很好听耶，好像讲 Steady Boom BB， 讲多一次来。Steady Boom BB，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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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 Steady Boom BB， 哇，你有一点绕舌的感觉，哇，真的，有些时候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工作的时候，如果大家都紧张都慌的话，没有办法把一件事情做好。只要其中一个很冷静，不要紧张，你去处理这个，你处理这个，你处理这个，处理这个，大家的心情就不会，对，就不会那么有压力了，对不对？ OK， 那还有呢 ，Mickey 来。我最喜欢同事跟同事之间的关心。哇，原来这个小男生需要爱耶，气氛之类的。对对对，比如说你的同事有关心你吗？以前我有一个新加坡的team leader， 然后他人很好，因为他是很主动来跟我们每个同事讲话沟通聊天。对对，比如说那个 team 的那个气氛不太好的话，是那个team leader 很主动来安排一个活动，活动聚会的活动之类的，一起吃饭啊。对对对，建立我们跟同事跟同事的关系。我很喜欢同事可以换交朋友，可以换朋友。你喜欢你的同事可以换朋友？不是，我很喜欢有同事可以一起交朋友，变成你的朋友，变成我的朋友啊。OK， why？ 我们很努力工作，然后找一件做完啊，出去玩。你看，这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本地人，所以你们就是赶快把工作一起做好，做完了。就可以早一点去 enjoy 啊，对哦。其实老师，我们在美国也有一个说法叫 work hard play hard， 也是一样的意思。哦， work hard play hard， OK。可是努力工作，我们这边就没有这种话哈。我们是 work hard play hard。哇，这么火 ！Nice。所以你看他的样子就是 overplay 了咯，play 到这样哦，真的。我很喜欢那个金母鸡。我们有一个同事，我们讲同事哎，不是讲鸡嘞，不是，我里面金母鸡，他很成功的挣钱，很厉害赚钱，很厉害很厉害挣钱，然后，所以我们所有的部门，我们都获得非常好的花红。你刚才讲金什么？金母鸡是金鸡母，
亲继母吗？是亲继母。亲继母。那其实亲继母呢，很简单，就好像说我家里养很多只鸡，只要有一只母鸡会下金蛋的话，我就发达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小白龙同学就是说，他很喜欢跟他的同事在同一个部门。如果那个同事真的是很会做生意，很会做 sales， 他拿的 commission 有 hit 到那个 target， 他们整组人都有额外花红。他最喜欢跟这种人在一起。OK， 所以哎，希望坡，我的同事是。跟我兴趣一样的，比如是我喜欢唱歌、啊、他也是喜欢唱歌，然后我喜欢逛街、啊、他也是喜欢逛街、哎、我们可以在一起很久很久的。所以你到目前为止有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事吗？有有，我们在一起差不多二十年了。哇，在新加坡二十年了。哦，那你还有喜欢什么同事吗？我可以好像聪明一点啦，因为没有你是觉得你现在不聪明，还是你还可以聪明？我还可更聪明。哦，为什么呢？我很聪明了。我看得出。我更聪明，因为我可以学到我不懂的东西，学多一点。比如我可以拿他的好的东西，他不会的东西，我会教他。Good。我不会的，他会教我回，变成。好像 double learning， 所以主要还是可以一起学习东西，对不对？我非常赞成啊，希望 Paul 讲的东西啊。OK， 因为尤其是我在上班的时候呢，我很喜欢那些会分享的同事，就很大方的分享，尤其是那些前辈啊，是是是，或者是就算是后辈，我们不要以为说年轻人不会，其实有些时候年轻人懂的东西，对，我们是不会的。是。然后我也有过经验呢，就是有一些外国的一些就是同事，是。所以其实上次呢，就有一个韩国同事，那韩国同事呢，其实他来的时候，其实负责策划一些韩国的配套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在当中他也一直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文化跟他们的传统，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呢，这就是一种学习来的，真的，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我们以前有一个软件专家从德国来教我们那个软件，这个是一个特别的软件，在新加坡完全没有人会所以他从德国来教我们，然后我们也交朋友。OK， very good。以前我开公司的以前我金融的方面工作啦，所以我的朋友是比较特别。比如说从海外寻找的投资者。什么投资者？投资者 ，investor。投资者。哇，你们到海外找投资者。OK， 投资者，然后呢？还有在新加坡寻找商业伙伴。哦，商业伙伴。Yes。还有他们来这里设立新加坡。地区的中部，为了那个东南亚的相互发展，是，对，这样子的比较特别的，对。哦，所以真的，如果说在本地呢，我们没有这类的人才的话，就要先从外国聘请。那本地人与此同时就可以趁这个机会呢，在这个时候跟这些外国同事们学习这些新的科技、新的技术，甚至是新知识，懂得分享才会得到更多，懂得学习才不会被淘汰。说得好不好？好好 ，OK。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常常有听到一句话，就是说一种米养百种人，对不对？有谁会翻译成英语 ？One type of rice feed many many people。喜欢泡？泰语我就可以了。OK， 泰语讲。靠两餐呢，可话两捆汤肉大呀。汤肉就是一个世界。哦 ，OK OK， 明白。其实英文叫做 It take all kinds。To make a world， 厉害了你！所以呢，讲真的啦，不只是在公司、在邻里、在这个社会，就算是我们出国玩或者是出国公干，我们总会遇到一些不同性格的人。那只要我们努力增长自己的智慧的话呢，就可以处变不惊啦。所以各位同学，明白了吗？明白，很好，又是时候下课啦，还没有交学费的人赶快交学费。欢迎各位同学回来。那么讲真的啦，一间大公司呢，一定有很多人，很多人的地方呢，就要有管人的人，对不对？那哪一个部门是管人的呢？人事部。没错了，就是 HR 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有这位新同学，这位新同学呢，也是在 HR 做工的，他的名字叫做 Candy， 我们掌声欢迎新同学。
欢迎 Candy 同学，来来来，请坐请坐。今天呢，有我们这位人事部的同学在这里，你们有任何问题、任何迷思都可以问他的。谁要先发问举手？老师我先吧。OK， 来问题。Candy 老师想问一下，人事部在人事部上班的时候，是不是会有遇到这种偶包的这个困扰？偶包就是偶像的包袱啦。一间公司的条例啊，通常都是人事部那拟定出来的。我们呢是必须以身作则，去遵守这些条例。如果呢我们呢没有去遵守的话，那我们在执行家法的时候，哎呦，就很难有说服力了。对呀，以身作则嘛，对不 对？比如说公司要你穿这个穿这个穿制服，那人事部自己不穿的话，那怎么去说服其他的下属跟员工，对不对？还有谁有问题？我你呀，黑教会像 social media。擦员工的刺身火火迎宾者的地心吗？哇，哎，这个很重要哎，会吗？这个要分两部分了。OK， 来，第一部分呢就是应征者。OK， 那应征者呢，如果我们是用那个猎头公司找寻这些应征者，是 OK。如果呢他们是被 shortlist 了之后，那猎头公司呢很有可能哦会。去 social media 要知道他们更多的资料，是因为有时候你的 resume 未必完整的把你的 personality 和 character 反映出来。为什么也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呢他可以更了解这个 applicant。 applicant 是什么？ applicant 求职者 okay， 然后呢就可以有更多的资料提供给我们这些雇用公司。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你的在职的那些职员。职员对。对。通常呢你跟他已经是同事了。是。所以你们都会 follow 彼此的一些 social media。所以呢你也不需要去查他，你一开电话你就可以看到他是 post 什么上面，他大概他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我想问，如果另外一个公司给我更好的 offer，你会 counter offer 我吗？那要你的职位，你的职位是属于需要很特别的一些科技的吗？还是一个普通的职位？如果普通的就滚。如果说是特别的话，公司可能会留他下来，是这样吗？也有一些另外的考量啦。OK。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很普通的职位，很容易请到人，可是你的这个员工呢，是一个很好、很尽职的员工，我们也可以稍微做一点调整，去 call the offer 你留下来。那我想请问你一下，比如说他在这间公司，他的职位是很特别，没有他不可以。那人家出8000，他只有5000而已，那你们会用多少8000的这个薪水把他留下来？跟管理层讨论，然后呢也要看呢他的这个职位，在这个市场是不是值得8000，然后呢我们要看公司的 budget， 然后也要评估这个员工的那个工作态度。是，如果他只是信口开河说哦外面有人 offer 我8000，他未必是真的哦。对，所以我们要各方面的去做观察跟了解，我们才可以正式的去call the offer 回这位员工留下来。哎，来，哇，萨瓦迪卡，请问，工人的薪水啊，是你们决定吗？还是你们又跟那个 market price 走的？工人的薪金呢，不是我们完全决定的。OK， 我们是有一个跟着一个 market rate， 还有呢，是我们要雇请的员工他的资历跟他们的经验去决定他们的工资是多少。有一个问题，说，你觉得请人容易吗？如果公司可以给那个 market rate， 还有员工的福利，是，其实是不难请到员工的。但是呢，如果呢需要一些特别的经验的工作，例如呢，他需要一些船务的调查员，检查员，市场上应该很少吧？对，因为呢这些资格呢，他是必须要有一个 ship captain。的航海的经验5年以上啊，或者是首席工程师的经验，才符合他的条件再被培训成为船务的调查员。所以呢我们是很难从新加坡找到这方面的人才，所以呢我们就必须从外国引进这些人才来培训他们。可是呢其他的一些在本地的跟船务公司有相关的职位，我们都会用本地理工学院船务毕业生担任这些职位。
所以也就是说，这些毕业的理工生，他们在做这个职业的这个行业的时候，他们与此同时也可以跟海外的一些所谓的外来人才一起培训，一起学习。对，嗯，那很好。无论做什么呢，我们就尽量减少对外的依靠，但是我们必须对内加强，持续的培训本地人才来应付发展的需求。不是说我们新加坡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就坐在一边纳凉，然后给人家先去发展，然后三年后我们培训了人才，我们才开始发展。各位同学，那我们是不是比其他的国家落后了三年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接受我们新加坡比人家落后？你们可以接受吗？不可以，不可以，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是那句话了，我们真的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真的是格局多大，我们的版图就有多大。嗯，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们还有什么迷思跟问题要问我们的 Candy 同学的话，你们私底下再问好不好？好的，好啦，下课啦。Candy 老师，Candy 老师，我想问你一下，老师。在公司的大职位上呢，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几种可爱的同事，比如说有那种顾着拍照的，哎 ，Miki 不要自己去拍耶，哦、oh, ，小咪，你去吧，哎，你笑耶。所以你看，他不吃的，他拍就饱了。那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真的是他不拍，他只顾着吃。哇。哎呦，这好吃哦！当然呀，就这样，一朵弯弯的哈，一朵弯弯。所以你看，这些人什么都不做，他只顾着吃，可是他有他可爱的地方嘛，对不对？那还有一些人哦，他真的不吃的，他就是要做什么，就是要认识人而已。哎，哎，有微信吗？我们上微信吧。哎，哎呀 ，OK， 快点。谢谢。Michael, 嗯，稍微年纪吧。微信啊，微信，没有，不好意思。没有，WhatsApp 有吗？我真的不要和你做朋友 ，OK？ 哦，为什么？我们在吃饭呢。稍微先吧，我先。小班，不好意思，我很忙，不好意思哈。你问别人，我改天再给你。我们联系吧，联系吧。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哎，我们稍微先吧。对不起，我在忙的。好，你可以找别人吗？啊，好，没有问题。对不起，我帮你吧，我帮你，我放我的电话号码。小白龙，有些人呢，他出席这种大师会，主要就是要认识人。现在呢，我们现今这个社会呢，最重要就是 network。那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在大师会上，他什么人都不管，他只顾着工作。Silver Pond 同学，你要来吃一个吗？对不起，我在忙哈，你可以找别人吗？这个很好吃的，我不要，谢谢。哦 ，OK， 好。那还有一种是很热心的哦，他连自己都不会照顾哦，去照顾别人哦。你要吃吗？吃啦，很难得吃鸡肉嘞。看你的盘在哪里啊，小明同学，来吃吗？你吃吗？吃了嘞。来，吃一点哈。谢谢啊！所以你看，这种同事太热情了，热情到最后连自己的鸡翅膀都没有得吃了。但是还有一些人呢，你可以很喜欢他，但是呢，老实讲，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呐，就是那个顾着打包的人。Excuse me 啊，这不好哎，都很油哎。啊，没有，我 OK， 我真的是 OK。这个很鲜呐，很鲜呐。我爸爸喜欢。OK， 照顾爸爸。啊，不好意思啊 ，Excuse me。我拿来这个刀。帮你。Thank you, you very good, you. 太好了，水果应该吃点水果吧。我要过去隔壁了。所以你看，这种人呢，真的是第二天的三餐他都已经在公司打包完了。那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顾着讲话的人。我刚才看到在楼下啊，你的老板跟我的老板在开会，他们在谈什么？什么？他们在谈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懂。哎呀，哎，小白龙啊，我跟你讲哈，我听说今天下午有一个大很重要的 HR announcement。什么事啊？什么事情？是的呢。你在偷听啊？我问你。OK， 我跟你讲哈，哎，我觉得哈，我们 office 的咖啡啊，那 quality。又退步很多了，你感觉呢？我觉得 OK 嘞。哎呀，我跟你讲哦，我听到啊，讲到哪里？讲啊，你不会讲啊。啊，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所有同学，好不好？
我没有故事，我就是要看你有多会讲。我其他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讲，连咖啡机都出来了。对。OK， 不过讲真的啦，所以在公司的大实会上呢，你会看到很多不同 pattern 的人，但是最重要的是，大家在工作的时候目标一致，而且互相包容，当然还要认真工作。只要做上以上那三点呢，我觉得问题不是太大。是的，那么如果一间公司有很多的这个外来人才的话，他们偶尔把他们家乡的料理带来公司跟同事分享，不但可以打破隔膜，拉近距离，与此同时还可以互相了解彼此。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国际同学也把他们家乡的料理带来我们的这个班上了，和同学们这个分享。所以各位同学们，开饭哦！来来来，我们首先来看看小明同学带什么东西，你要不要猜一下啊？来滚，没有礼貌，再回来，真是的。OK 啊，梅香扣肉，你肉是答对了。OK， 好来，我看一下，这是其中的一份。什么？一份就是肉粽。你是端午节的时候到现在还？没有，端午节我从来不吃霸掌的。端午节的时候，霸掌都会起价，而且是翻倍的起。所以你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就不会吃？不吃，就是等到初六的时候，五月初六之后全部跌价了，我才来。但是我其中一份呢，午餐我还有第二份，这个是笋桂。各位同学有看过这个霸掌跟笋桂吗？有。好，那么两者你们最喜欢哪一个？笋桂。笋桂，霸掌。然后你呢？那个绿色的。绿色叫什么？你喜欢吃叶子。不能吃，不能吃。右边的那个。右边什么？笋桂。嗯，对。笋桂，喜欢泡。两种都喜欢。因为喜欢婆在新加坡已经很久了，是，对，所以他对我们新加坡的这个料理是非常熟悉的。OK， 好，我们现在来看你的，请揭晓。这个叫什么？海南猪肉，我的老公做的爱心餐。爱心海南猪扒饭，对，很好吃的。猪扒一般上都是属于西餐的，那为什么海南人会去做猪扒？让我告诉你，很久很久以前 OK， 英国人跟土生华人是，他们很喜欢聘请海南人做厨师，是，所以这个猪扒嘞是英国人的菜肴之中，多年来海南人把它改造了，变成更好吃的海南猪扒。原来是这样子。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Rochelle 同学，是的，他带来什么料理？这个呢是大家可能很熟悉的芋头糕，对，但是这种口味的话呢，只有在你认识本地人，然后呢都是家里的家传秘方。然后这个主要的不一样呢，就是外面你在市场上卖的买到的那个芋头糕啊，是粉多芋少，对，但是在家里做的呢是芋头多料多，什么都多，就是那个粉少。其实讲真的，因为我小时候我妈也是卖这个芋头糕，其实要在制作的时候是很难的，是因为你要在那个大锅里面用小火一直这样子一直在搅，你不可以停的，一直在搅，对，然后你的芋头要在适当的时间里面放里面，然后关火盖着，是，然后它自己就会结成一块一块。而且这个芋头糕，我觉得为什么很多新加坡的妈妈都喜欢煮的话，就是它可以保存几天，是，所以刚开始的前两天呢，我们就是以蒸的方式来吃的，但是过了第三天以后呢，我们就会把它煎，然后配上酱料，我跟你讲真的很好吃。 OK， 好，来来，我记得小白龙今天带什么了？我是记得我带了德国的面包，所以这个是你小的时候妈妈，等一下、我记得小白龙今天带什么了？我是记得带了德国的面包，所以这个是你小的时候妈妈。等一下，一片、两片、三片，这个是两块，两份，中间夹 cheese。你这个就是一般上你们德国人会用的这个午餐。对，可以午餐，可以晚饭，晚上的时候也可以。这个我们说是 Brotzeit， Brotzeit。我在哇，所以千万不要讲这些话。你这样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才这样。没才。OK， 这个是德国式的哈。OK， 我们来看美式。其实美国的也跟德国差不多了。差不多。没有，你看到每个人都有一个保温袋啊，还有一个什么这种饭盒啊，你的 brown paper bag。就是一般上美国人吃饭都一定会。对，在学校也是这样，在公司也是这样。OK， 来看一下里面是什么？里面我们也有三明治啊。
面包中间里面是什么 ？Ham, ham, cheese, cheese, chicken, chicken, 还有鸡蛋，鸡蛋，还有 tomato, tomato, 还有 lettuce。雨琦，你的面包里面有什么？你自己讲。奶酪。还有呢？当然要吃 chips。就一定要有 sandwich 跟这个薯片。这个好像是你的 appetizer。还有酸奶，是要酸奶吗？这个叫优格，对不对？请问，我想问你一个问题。OK， 你问吧。优格开封之后可以保多少天？在电冰箱。要立马吃吧？没有，七天。对呀。怎么知道啊？当然了，开封优格保七天。优格。老师。所以优格打开可以保七天，不用怕。OK， 你们不要听我的，你们不要真的是保七天，我跟你讲。还有水果，可乐。所以你看来，一般上我们新加坡人吃午餐也好啊，甚至是日本人吃，我们都会选择面啊，或者是饭类的，对不对？可是你看美国跟德国人，他们选择了面包，就都是面包，然后美国就会有这种零食，这个是我们看电影、看电视的时候才吃的，对不对？他们也当午餐。接下来看莉亚，那个饭的味道出来，哇，很香哦。然后这个叫什么？什么饭？什么饭团？饭团，什么蛋？什么饭？什么？好丰富哎！菠菜，还有乌来鱼。乌来鱼，你知道我们新加坡叫什么吗？干鱼片。干鱼片。然后这个蛋跟日本的那个蛋是一样，类似的。然后这个是你加上去的。对，因为韩国的是营养的平均比较重要的，所以蛋白质、蔬菜啦，还有颜色的应该要很漂亮。然后这一包是紫菜。海带配饭哦，就是把那个饭放在海带里面，然后塞进嘴巴里面。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喜欢吃韩国餐，对，那每次吃韩国餐之前呢，我们都一定要吃不懂十几二十道，好像所谓的泡菜这样。对，而且还可以 free flow 的哦。可是主菜来，你们还是吃得下哦。这个是韩国的习惯的开胃菜，连那个都吃饱了，怎么吃主菜？因为我们知道了，应该会好一点，所以我们不吃那么多。所以外国人吃很多。对身体健康有什么好处吗？泡菜有那个发酵的食物。发酵的食物是发酵的食物，然后呢？豆牛酸菌。豆牛啊？乳酸菌，我比豆牛酸菌哦。为什么要豆牛？乳酸菌，所以我听说乳酸菌对皮肤很好。哦，要多吃。南瓜。哎呦，你要多吃。南瓜。你要每天吃，不然的话你的脸会变成这样子。OK， 好，谢谢。接下来来先看我们的这个 Mickey。哎呦，我今天带了日本的便当。哎呦，好可爱，好用心啊！我怎么不爱你？这是你做的？对，我自己做的。今天我早上八点起来开始准备。我觉得日本的妈妈也是很辛苦的。对，他们也是好像是在早上五点左右。起来，然后开始准备做这个便当，全部都迷你，这样吃你够吗？饱吗？因为这个是日本的小学生带学校，然后如果这个便当的那个里面的样子是不太好看的话，可能会被其他的同学们笑欺负。你的妈妈很 lazy 啊，因为这个是日本的一种文化嘛。对我们来说一种比赛的感觉。对，哇，连吃午餐都要竞争呢。主要的妈妈这么做，她有她的用意啦。用意就在于说，在学校啊，小朋友看到这个熊猫也觉得很可爱，对不对？所以他们吃起来也很开心，对不对？像我回家，我孩子都不看我，因为长得太乱了我的脸。如果我孩子的爸是你这种脸的话，我跟你讲，一定是整个人冲过来抱住。明白我讲什么？一点点。OK， 没关系。那讲真的，现在你是讲学校嘛？那如果公司的话，老婆做那个便当给老公带去公司的话，会不会也是有竞争？不会做这种character 的，那个日本的 wife 他们会做的是比较丰富一点的，很多菜啊，鸡蛋啊，还有 tomato 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材料。
你觉得以后你会做给老婆，还是老婆会做给你？对我来说，我蛮喜欢做料理，所以可能会我自己做，给我自己，然后给他们，他的。哇，哎，你这计划一出去的话，真的很多人打电话来新传媒啊，嗯，真的都想做你的女朋友，叫你的女朋友要小心，对你好一点哈，因为你很有 market value 的。好，okay, 明白了。哎，讲真的，你们希不希望啊？这个每天都由这个 Miki 做午餐给你们吃。嗯，可以。明天开始，明天开始。做完两份，做一份，一到两份，对，一份不够。很小哎，我现在很少。喂，各位，那你们自己本身有没有想过要做任何料理跟你们的同事 share 呢？嗯，叫我老公做。嘛，还是有啦。有啦，早上他做那个三文治，我都会带回给他们吃。那你们在吃这个三文治的时候，有没有更了解彼此？我觉得会，因为早上早餐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嘛，放在桌子上，他一来就是啊 ，Jerry， 你做这个爱心给我，不是我做的，我老公做的更开心，吃的很开心。Miki， 那你在新加坡工作也没有做好吃的给你的同事？好像没有，因为新加坡更方便，去哪里都可以找到一些小贩中心啊，可以买 lunch 嘛，所以比较。我觉得新加坡比较方便，所以我从来没有做过。那你觉得如果你做的话，你的同事会吃吗？我觉得他们会蛮喜欢。那就是跟小贩中心没有关系了。OK， 昨晚吃不完的全部放进去啊，你弄个美美给他吃，他们也可以吃啊。好，好不好？好，乖哈，乖哈。啊，可以吗？OK，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萨瓦迪卡，洗碗婆今天带什么来啊？我带青辣椒，青辣椒不是青咖喱，青咖喱，青咖喱，青辣椒。你带青辣椒，我麻油。哎呦，这个是 green curry chicken rice， right？ 对。哎，我觉得你的这个点感很 Q 嘞，哪里买的？泰国买的。哦。因为泰国有很多种 office 的人，他比较喜欢在家煮食物，得拿去公司吃，就不要出来 ，because 天气很热，很热，对，就可以在去 office 有冷气吹吹的，就可以慢慢吃。什么叫有冷气吹吹？冷气吹吹，我们比较凉一点。哦 ，office 有冷气，然后在 office 吃比较好啊，比较好。OK， 那我想问你一下，那泰国有 green curry， 还有一种是 red curry， 是，那请问青 curry 跟 red curry 有什么不一样呢？它的颜色不一样吗？其实没错，老师没错，没错，没错，有道理，没错，因为它的名字啦 ，Green Curry， 我们泰国叫甘条丸，这个丸的意思是甜的，甜，甘，甘，条，条，丸，说又嗲一嗲才好听，怎么嗲一嗲？啊，哦，要撒娇，嗲一嗲才好听。红咖喱呢？泰国话怎么讲？比较弱，甘撇，你的撇向前面，甘撇，甘撇什么？这个撇的意思是辣哦，撇撇撇撇辣辣辣辣辣，连这个是很多国家没有这个条的，就是变成我们泰国是招牌菜的。我在泰国有教过这个料理，它的 menu 是放 green curry with rice。你跟他 order 说 ，Excuse me, can I have one green curry with rice？ 他们听不懂的。我跟他讲说，哦 ，I want this。哦。Kim Curry 不是 Green Curry，是 Kim Curry。哦，后来我才知道泰国话这个料理叫做 Kim Curry， 原来叫做什么丸呢？甘条丸。甘条丸，泰国人都会吃辣的吗？对呀、啊。会吃辣的，当然啦！你看这个辣妈，对对对，你看今年几岁？今年多大？七十。不要啦，七十这么老。不是我要不要，是你没有办法。我不要。你不要 ，OK？ 你今年要多少岁？我差一岁七十。OK， 好了，可以吗？各位同学，开饭喽！